罗主座，过看不上。那把子闺女罗家了是八个时候，俺罗等你，俺难做呀。罗主座，看去，那小太监当大姐姐接待，最整天干啥打给，让人家龙嫂当三军不用啊。俺最拉萨江浪人西边龙城的好兄弟些，俺最黑人个罗个黑人，白人个弄得做了几大。喀萨拉交通里对洽把铁路修到拉萨去。上2001年10月18日，蓝天白云下的烽火山，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工地上彩旗招展，数百名身穿橘红色队服的青年突击队队员，数十台大型工程机械严阵以待。随着一声令下，阵阵爆破声响彻雪域高原，烽火山隧道开凿了。一条长长的铁龙从柴达木盆地深处的工业新城格尔木起步，跨过巍峨的昆仑山，将通过这里，穿越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到达雪域圣地拉萨。这就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青藏铁路，这就是造福广大人民的青藏铁路。你冬季里到我这边在九几年，那根部正在帮助我呢。八人冬在我各级人心，用热得住。林林森参动老板找位大家弄个现金，人都给老板见面，查过日况的那些家传统，若正吃进前夕接传了，也都查过个老板你了。各爸爸都等你，你多想为这公众托工助你，把运动再也不能够讲出现在这话时，参当中个若里萨达中间那国母呢冷了去的，这条就可能是我跟你念的了句，让那个用在草边托工跟你公众你就拉萨了你，草边交流呢能有300千亩也参在容易点别做这些人了，家就为某某某做了电视准备错别交浪日。个人的来地产界当然在他年当七十二八的用到下就印。银装素裹，我敢论吧，严阵以待。有图扎古。2001年10月18日，蓝天白云下的烽火山，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工地上彩旗招展，数百名身穿橘红色队服的青年突击队队员，数十台大型工程机械严阵以待。你冬季里到我这边才九几年，那眼波正在帮助我呢。八人冬在我个人认识，用热得住。林林是参动南北朝为大家弄个现金，林都个老外见别查过日况个那些家传统，若正吃起前夕接传了，也都查过个南北呢。俺最娘的他念这些过了几大。词语解释：银装素裹是指雪下过之后的场景，或冬天雪后的美丽景色，一切景物都被银白色包裹。我个人论吧是吧呢，卡瓦包记着弄吧好，想你越界我个人就顿吧东找瓦拉过。严阵以待就是形容做好充分战斗准备，等待着敌人的状态。有图扎古是吧呢，汤吉写着了扎吉雷布黑呢扎乌古巴拉塞。西里塞马语言文化小贴士：青藏铁路是世界最长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由西宁至格尔木段和格尔木至拉萨段合成，全长1956公里。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穿越戈壁荒漠、沼泽湿地和雪山草原，全线总里程达1142公里。从青藏铁路起点格尔木市南山口车站前行，雪山巍峨，河流纵横，草原茫茫，湖泊遍布，有着亚洲脊柱、龙脉之祖之称的昆仑山高大雄伟，
平均海拔5500米至6000米，这里被人称作道教第一山，也是昆仑文化的发祥地，昆仑神话的摇篮。翻越昆仑山就进入了中国最大的无人区可可西里，这里平均海拔在4600米以上，素有高原动物王国之美誉。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雪豹等珍稀野生动物给亘古荒原带来了无限生机呀。但我这娘的用下景点啊，银装素裹，我敢论吧。银装素裹，我敢论吧。严阵以待，有土扎古。严阵以待，有土扎古。2001年10月18日，蓝天白云下的烽火山，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工地上彩旗招展，数百名身穿橘红色队服的青年突击队队员，数十台大型工程机械严阵以待。2001年10月18日，蓝天白云下的烽火山，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工地上彩旗招展，数百名身穿橘红色队服的青年突击队队员，数十台大型工程机械严阵以待。你动距离到我这边才就见你那眼波站着帮助过呢，把眼动在我个人冷心用热等住连你是才动能把照片打车弄个现金连度个老我见别查过日靠个那些家车动做政策去切些接车了也都查过个能把你你当距离到我这边才九千年，那眼波站着帮助过呢。把眼动在我个人冷心，用热等住。连你是才动能把照片打车弄个现金，连多个老我见别查过日靠个那些家车动做政策去切些接车了也都查过个能把你。老朱错，切最得令个农村充满血气，打我最就行了啊。老朱做我个家一弄也都扎过几遍他念的更热。B 严阵以待呀，要么这题啊连着送严阵的解释不错，但我今天的别那个风景的弄得足够的用下景点啊。2001年10月18日，蓝天白云下的烽火山，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工地上彩旗招展，数百名身穿橘红色队服的青年突击队队员，数十台大型工程机械严阵以待。随着一声令下，阵阵爆破声响彻雪域高原，烽火山隧道开凿了。一条长长的铁笼从柴达木盆地深处的工业新城格尔木起步，跨过巍峨的昆仑山，将通过这里穿越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到达雪域圣城拉萨。这就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青藏铁路，这就是造福广大人民的青藏铁路。老朱做第二个老天的年藏九九一我从连接居民农家用他从马车人连木主播节五个千年翁中先别先年我去连接农修呢连接家农不许特别过个月